站住！黄站长动静没有？人还没动呀！他妈的，今晚接着打！我打！站长，政委，黄站长敌人有没有动静？鬼子还没出来，咱们二营的三营要不要再逼一下他？这边再接着打，三营给我上！好。你给我坚持住！我还没给我张家留下一条根。坚持住！消息，政委回来了。哎，团长呢？不知道，我们找了一天了。这个老周，你说这次开会上级把他前面那个代理两个字给他拿下去了，他别再闹出什么事儿了。快找找。是，我去找。兄弟，是啊，是个好兄弟。当时他就躺在我怀里，我就这样抱着他，那血就从他胸口咕咚咕咚的往外冒，我就想给他摁住，摁住。当时我摁不住，老曹，我心里难受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不光是你心里难受，我心里也难受。我老周，文耀这刚入队伍的时候才这么抠，是吃着我做的饭长大的，多好一个孩子，可惜了。他不是孩子，他是一个军人，他是一个好军人，他是最优秀的侦察排长，他是一个好男人。他说他不想死，你知道吗？他没给老张家留一条根儿。男人死了没啥，但是要在世上留一条根儿，留条根儿，你懂不懂？老周，你可躲了。我没躲，根儿没了就没法活了。老周，你别什么都瞎咧咧啊！王八蛋才瞎咧咧。我告诉你，
老团长就是因为他的根儿没了，才不能活的。你们俩聊什么呢？啊，这么热闹，这老远我就听见了。也没什么，这不刚打完仗吗？我们老哥俩很长时间没唠唠了，这不喝点酒，唠一唠啊？哎，政委，要不你过来喝？哎，不行，来来来，我喝不了酒，过来，我没喝酒的习惯。老曹，来，哎，老郑，你别喝了，政委来了。啊，啥事儿？老郑啊，有好消息啊！嗯，经石首长批准，你这个代理团长前面那个代理两个字，正式的给拿下来了。拿下来有啥用啊？拿下来也不能把根儿留下，不能。哎，你我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一个人待会儿，我没事。哎，你谁都别动，我没事。我没事。哎，老曹，老曹。这说什么什么根儿不根儿的，政委，这不文耀兄弟牺牲了吗？老周他心里难受，喝了点酒，说的都是醉话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那我不会。是啊，文耀同志牺牲了，我是心里也很难受。小赵，哎，周团长在吗？哦，他不在。这个时间他能去哪儿呢？嗨，他这个人呢，一是喜欢枪，二就喜欢马。这个时间，哎，你到马棚去看看吧。谢谢您。哦，没事。周团长，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你喝酒了？我想留条根儿，我留条根儿。喝醉了，不能再喝了。别动，别动啊！你别掐我！你不能再喝了，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没有，你别动！我送你回去。哎，你不能再喝了。别管我，小平，我知道是你。你听我说。哎呦，黄金忠，让我告诉你。他喜欢你，我觉得他这个人也不错，你就给他做老婆，给他留条根儿啊，给他留条根儿。哎，小同志，你怎么哭了？哎，你怎么了？小同志，谁欺负你了？哎。周安，你起来，起来！你起来怎么？你这个样子还像个革命军人吗？你啊，小夏同志怎么了？他怎么哭了？是不是你欺负他了？我想留条根儿。你说什么？我想留条根儿。你对肖兵做了什么了？啊？哎，你做了什么了？做了什么了？你对肖兵做了什么了？说！你别在我这挖了！你做了什么了？你？啊！你别这个无耻的东西！走、哦，对，我想留条根。你是不是啊？你现在全东北犯就是你！过来，你看见没有？你给我坐上啊！我想留条根儿。我。哎，小平，上哪儿去？站住！这咋了？你这是？
见了首长也不敬礼也不立正，问你话还不说。报告周团长。嗯，没什么事了吧？老黄，写着了。你看的我那是怎么样的？哎，我今天一大早是不是撞见鬼了？不咋了？你们咋都给我脸色看了？周安同志，我正在给吕党委写报告。写啥报告？我告你喝醉了酒欺负女同志。我啥时候欺负女同志了？我咋欺负女同志了？你做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？我昨晚是喝了点酒，我不记得了。哎，我干啥了？你欺负了人家萧平同志。我啥时候欺负萧平了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啊，你跟我到李党委说清楚。走吧。走就走。就这些啊？就这些。你说他欺负萧平了，有什么证据吗？那还有什么证据？当时萧平同志从马棚里跑出来，里边没别人呢，就是他。我问他，他还说。我说啥了？他说。说什么？他说他留他的根跟我没关系。政委，我忘了我说啥了。但是当时就算我说这话，不能说明我欺负萧平了。你就是欺负他。我没有。周二，我刚把你代理团长的帽子摘了，你就给我惹事儿，是不是？政委，我以后注意就是了。以后注意。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喝酒误事儿，你要是真惹出事来，军法处置。是。回去吧。政委，就是这么让他。我会查清楚的。回去吧。是。就这点事儿啊，他太过分了。你这一闹不要紧，差点闹出大事来。什么大事？黄振正向吕党委告了周汉的状，吕部正在调查呢。调查？调查什么？根本就没有的事儿，他胡说，我找他去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都明白了，我会向吕党委报告的啊。他凭什么这么说吗？你还看不出来啊？黄振中很喜欢你的，他还托老李帮忙说和呢。我早就知道你这点心思，所以我就没说。陈大姐，好了好了，别我的了，赶紧去收拾收拾吧，明天部队就要转移了啊。这事儿交给我还不放心啊？嗯，去吧。老曹，哟，你这收拾了？团长，是不是还没吃饭呢？有啥吃的你就找他。哎，好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折腾点啊。哎，我就知道你到这儿了。到我这坐会儿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哎呦，哎呀，太僵了！你看你这熊样，抽不了就别抽了，你何苦受着罪呢？你，哎呀，我愿意。你愿意也不行啊！我好容易弄点这好烟叶子，全让你给我糟蹋了。行了，抽完那根别抽了。行，瞧你那小气劲儿，不就抽你点破烟叶子吗？我还给你搞过好几大包呢，你都忘了？嘿，
哎呀，你还说我小气，老子还没跟你算账呢。哎，老安，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问完这一次，我以后绝不再问，但是你得如实回答我。你还想问啥呀？你是不是也喜欢萧平同志？我跟你说心里话，这丫头我真挺喜欢的，每次一见她吧，我这心里边……钟汉，你别忘了啊，你发过誓的。我是发过誓，我发过誓咋了？我现在也够二五八团的资格，我条件不比你差。哎，你当着李正远的面，你是不说过？你说绝不跟萧平同志搞对象，就是够资格也不搞，是不是你说的？我说过我跟他搞对象了吗？喜欢归喜欢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找老婆，我不可能找他那样的女人。那老周啊，那你找对象找什么样的？啊？我要找的话，肯定找一个大屁股的。啊？什么？大屁股的。哈哈哈哈，你这行，这个任务交给我，我保证给你完成，啊？嗯，那我拜托了。好，我走了啊。那你走。哎。政委啊，哎，这么晚还没睡觉、啊？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啊、哦，大姐，嗯，我这是几贴膏药，上次我腰疼的时候别人送给我的，贴着挺管用的。哦，好。哎呀，你看这点事儿，老人家挂在心上，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。哎，我上次让别人牵了那匹马呢。哦，这些马有点牺牲，我给它放那边了。刚来的时候肠胃不太好，哦，我给它灌了点中草药，打那以后也爱吃料了。现在上膘了，行啊你呀 啊还懂点兽医呢啊？什么兽医呀、啊？就是喂马喂时间久了，琢磨出点门道来。嗯，马鞍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挂在那边呢。我带您看看去。等等啊，小平姐，你这些书还都带着啊？多沉呢、啊，你背得动吗？叫我说扔了算了，那可不行。这些书都是大老远来从家里背过来的，扔什么我都不能扔书的。我帮你背几本吧。不用，我背得动。萧平同志啊，萧平同志在吗？哦，你就是萧平同志吧？是。这匹马是送给你的，来。那不是我的。哎，你摸摸它，挺温顺顺的。咦、哎，为什么送给我啊？这个他，你要是不说，那我可不能要。啊，不是政委，是黄振中政委让我送给你的。黄政委特意让我们装了一个马鞍子，新配的。人靠衣服，马靠鞍。你看配上马鞍子多精神呢，他自己都高兴啊。我知道了。啊，你回去替我谢谢政委。不过这匹马我不能要，你还让他送给更需要的同志吧。谢谢你。
杨同志，真美，怎么样，累不累？不累。能坚持住吗？坚持得住。好样，跟着部队。是。什么又特急？你得把东西啊一样样给它放好，不一会儿啊就又乱了。乱了没事，再收拾。那你就说吧，还想把我领哪儿去？老黄，老黄，我真看错你了啊！你啥意思？我啥意思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啊！我原以为啊，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那起码还算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一个说话算数的人。现在我清楚了，你就是伪君子，你口是心非，你重色轻义，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你简直不是个东西！你活着说，你别骂人。有话你给我说清楚，我又哪得罪你了？那你跟我说，你跟肖明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俩咋回事？我该说的我都跟你说过了。我让你说实话，我除了敌人，我从来没说过谎。好啊，你把我当成你的敌人了是不是？我是你的敌人是不是？不，你今天咋回事？你油盐不进呢？你是我油盐不进还是你油盐不进呢？就刚才我亲眼看见的，那肖平放着自己的手里事情不做，跑到你那儿帮你收拾这个收拾那个，这明摆着吗？他把他自个儿当成你家属了是不是？你们俩要是清白的，他一个大工程家，又是个知识分子，能拉下脸来干这种事情？又不是我让他干的，有活你冲肖平发的，你跟我说有啥用？哎，不，你看你这样，你看你这样，你像个老爷们吗你？我就是他心儿喜欢的，我受不了他对别人好，他对你那么好，我受不了。我受不了！哎，你老黄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，那我咋做你才能相信我？啊？我是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就是控不住自己的感情。我从来没想到我这么脆弱。说你别吓唬我啊！你别哭，我受不了，别这么哭。老黄，那我能帮你做点啥？没事没事，一会儿我就好了。你给。分来一批山东根据地的部级会警干部，增强咱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。据旅后勤部的同志介绍，这批分来山东来的女干部特别能干，年龄嘛都是20多岁，全部都是未婚的大姑娘。哦，这哪是分配干部啊，感觉有点像分配对象嘛。这是也好，咱们团好多从江西湖北经过长春过来的老同志，哎，现在也都27、28的人了吧？哦，有几个是上了30的。那好，那好，
趁着机会给他们个人问题解决一下吧。好，是，团长，要不你解决一下？我没啥解决的，先给这些老同志安排解决。就是。小扣子。到。不错啊，这房间让你收拾的挺利索。哎，是肖平同志收拾的。谁？肖平同志啊。啊。团长，叫我说呀，你早点把他娶过来吧。你看他对你多好啊。混账！谁让你说这种话的？没有，是我自己。你再下手小心，我揍你屁股。是。哎，小扣子。到。来。你让张永福赶紧回来一趟。是。张万福来了，张万福，来来，你进来。小扣子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团长，你找我？啊，坐坐坐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张万福，这个给你了。给我？嗯，真是给我的，团长。不想要拿回来？哎，不是。有点不好意思，你别以为我白给你了啊！你得帮我办件事儿。团长，你说吧，只要张福能办到的，不管是上刀山还下淮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没那么严重，明天你是不是去接人呢？是啊，去接分来的女干部。嗯，一大早就得走，当天还得赶回来。你帮我挑个人。帮您。对。团长，你说挑什么样的？小兵姐。小敏姐，小敏姐，小敏姐，这么急什么事儿啊？我跟你说，真的，真的，你快去吧，要不来不及了。男人关键是把根留下，只要留下根，就是战死沙场了，死里安生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这第二呢？啊，第二，那就是。当然了，这个脸盘俊俏点也好，看着也舒服，是不是？是吧。这事儿你别让别人知道啊。是，嗯，那你去吧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嗯、见我们团长，你们团长啊？哎呦，不认识啊！哎呀，一时我也跟你说不清楚，见了你就知道了啊。另外，你马上通知三营跟四营。嗯。报告团长，带来了。你们先去吧。好，走。哎，小鱼同志，这是我们周团长。周团长，你找俺？嗯。
小雨同志，小雨同志啊，到里面。老周，来来，进进，哎，啊，正来。老赵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啊，行啊，是。哎，老周，来来来，不，你这啥意思？你这是啥意思？这还有酒呢？有。来，给你倒上啊。搞得挺丰盛啊。哎，来来来，你我敬你一碗啊。哎，你别鼓励我喝酒，我一喝酒容易犯错误。今天有喜事嘛，作为党委书记，我批准你喝下这碗。来，喜事有啥喜事？当然是你的喜事了，你找到老婆，我为你高兴了。啊，这事你知道了是吧？来，那喝。嗯。我只批准你喝一碗，没批准你接着喝下去。我那你把它拿走，别让我看见。有喜事你还不让我多喝一碗？这个人就见不了酒。哎，老周，你这个喜事打算怎么办？那还有啥怎么办呢？俩人把铺盖卷一卷，只要组织上批准了就行了。关键问题呢，早一天把根留下。那都行，起码有仪式啊。这事儿你交给我，我保证给你办得又快又好。至于能否早一天留下根儿，要看你自己的本事啊。那没问题。振中，哟嘿，哎呀，政委，政委啊，咱们这两个人密谋什么呢？没有，我们这谈谈那个事儿。政委坐，坐。刘汉啊，你小子，我得批评你啊！啊，找着媳妇了也不告诉我。那这有啥告诉的？这，哎，新娘子是哪人啊？老家是山东的。嗯，好啊。嗯。那可是革命老根据地啊！嗯，那这个婚礼我们是不是得把它搞得热闹点？啊，哎，志忠，哎，这任务可就交给你了啊！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不能喝多了，留着精神头入洞房。政委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，一仗解决问题，把根留下。是吧？他说把根留下，这阵子老说这句话，那有啥不好的？等儿子长大了，跟老不良八路继续打日本鬼吧。好，好，来。秋萍姐，周团长今天结婚，你不看个热闹去？你们去吧。咦，秋萍姐今天怎么不高兴呀？把人颠坏了，其实是门神也不颠叫的。
越天越和睦，越天越幸福。哦，好，那就接接。就不见了，哎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。今天为周汉同志和余文华同志举办一个革命的婚礼，我想问一问大家，知不知道周汉有一个外号啊？知道，黑旋风。对，他这个黑旋风啊，不是水泊梁山那个黑旋风，是有勇有谋，叫敌人闻风丧胆的黑旋风。余文华同志是山东抗日之前的模范，他们的结合是革命的结合，战斗的结合，是我们八路军与广大老百姓水乳交融的结合。大家说他们的结合好不好？好。下面有请太行山区人民政府张副主席讲话。现在我代表太行山人民政府宣布，周汉同志和余文华同志从今天起结为正式夫妻。